之前好多动画迷咧见到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嗰部 Pantasy Q 十嘅别注版数码相机都流晒口水，虽然咧已经卖晒，但系咧呢一部 Q 十嘅普通版咧就有行货，啱啱到翻香港补数，而且咧仲一次过嚟齐100只颜色添，其中啊更有啲颜色咧同新世纪嘅别注版其实好似嘅，就等靓女 Karen 同大家介绍下啦。自己就最喜歡這個，因為咧佢就好似雪糕色啦，自己就喜歡粉色系嘅嘢啦。咁呢度就全部就唔係都偏向深色咁，我只係粉色咁，唯一呢一個我就覺得配合得好粉色，所以我揀粉色。